铁链锁女入差馆，非常老豆涉一二，姓张嘅老豆保释翻到屋企，都仲未下火，话唔会再理个女噶啦。消息话两父女气氛僵成咁，皆因琴日凌晨为咗出夜街嘅问题喺屋企闹大交。58岁嘅老豆掹到铁链都出埋。最后绑起15岁嘅女，由沙田广元村行15分钟去小沥源报案室，话教唔掂，揾阿 Sir 教。不过出到铁链又觉得滞，阿 Sir 依涉嫌虐儿拉咗佢，而阿女事后就送院检查。